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在兰州。大家应该看到了，我现在正在修改我染风的发色。哎呀，你吃来热拉面了吗？我没吃，因为现在比较晚，我要减肥，所以不吃东西了。把我轮廓瘦下来，我要瘦回苏颜真那个时候。黑色，开玩笑，我这个让大家等待一下效果吧。换头才一样。早上不都这么洗头吗？谁小时候洗头啊？站着洗，你要跪着洗。你太高了。好痒，哇！我现在已经褪完色了。想新的颜色，期待一下吧，说不定又染上去掉了。不会，我把它剪头发。呵呵，脸上流过去不会染到了吧？不用洗妆液对吧？不要，要把这颜色对掉，不然容易光。结果这颜色对到最后一看是黑色。不，最后是绿色。新发色出来了，这个没有蹦，我现在看不明显，好像也挺明显的啊。好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漂色，以前都好久没有染过头发了，怎么样？